节快乐！哎呦，这是在干嘛呢？为你庆祝护士节啊，是他的主意。妈咪，来许愿。哎呀，银子好像不够用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可以。可以呢，终于来了。到时候我们应该买一个蛋糕庆祝一下，就像你买给你妈妈的一样。对，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你看看你穿上护士服真好看，妈咪敢肯定穿上毕业礼服的你一定更好看。哒哒哒哒，我倒想把它送给你，好不好看？你妈妈看你穿这套毕业礼袍肯定会很高兴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来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我的父母不会同意你来我家住的。我知道你不想跟你的阿公住，我也很希望能帮到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我们改天再说。护士节快乐！小心你的手啊！啊！
你能实现我的愿望吧？我记得你妈妈呀，毕业那天哭得很惨，她呀，把我的纸巾都用光了。如果当时你在的话，你一定会笑的，你妈妈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当护士是他的梦想。那当然。而你支持他梦想。是。但是如果当初你没支持他的话，或许他就不会这样死了。你多想离开这里。好，我们打个赌吧。这只小熊，你我各为它缝一件衣服，谁缝得快，谁就赢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得留在这里。你敢吗？来啊，谁怕谁？不错，可是我早就缝好了。来，你看，这样会比较美吧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什么都听到。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？这也是我的事。这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又怎样？我妈要死你也不让我知道，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够了，我不是你的出气筒。你与我想啊，我也是想让我女儿啊。我没事。我知道你很伤心，我也是，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的，我们不能一直跑跑跑啊。所以我希望那你就不应该提起毕业的事了。Thank you.
美云啊，你们的毕业典礼开始了没有？我会迟点到啊。在说什么？在我学校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在你们学校对面的车站，我会尽量赶进去的。你等等我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不要去我学校了吗？今天啊，是你最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能不去呀？哎呀，我马上来。不是那个，毕业典礼已经被取消了。啊？取消？哦。你知道对吗？当然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就这样吧。问这是郭天发的孙女郭可盈小姐吗？你的阿公被发现昏迷倒在学校的门口，情况有些不稳定，现在正在曙光中央医院进行急救。我是他的孙女，可以让我进去吗？他的孙女啊，我们还需要观察他一下。那他的情况很严重吗？我们还在观察中，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明确的答案。阿公，起来啊！你不是说你很坚强的吗？起来啊！我已经失去了妈咪，为什么连你都不要我了？我求你！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求你不要抛弃我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阿公。妈咪，我求你帮帮阿公。我不要让他也离开我。可以呢 ，Happy graduation！ 我知道这些年呢、啊，你要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很不容易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在我人生中。发生过最频繁但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天天的看你长大。我们呀、啊、永远都一直会陪在你身边，加油，我们爱你。听说今天是你的特别日子。我
可英，对不起，你还好吗？我求你不要告我的阿哥。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，阿哥，妈咪可能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不要指使我。哎，可英，你的手机啊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能够在临走之前和你说这些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妈妈是习惯的牡丹花，来给我放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不要怪阿公。我妈要死也不让我知道，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够了，我也是想让我女儿啊。妈咪对不起你，还有两个父母。我让他们的孩子看到自己虚弱的样子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走了之后，希望你的阿公会互相照顾，不要再吵架了。你应该也知道，阿公真的很疼你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阿公，阿公，很好看，而且很精致，阿公很喜欢。公知道，你因为没有办法实现妈妈的心愿，而很伤心后悔。但是，你妈妈真的想看到的，不是你为她努力，而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为你自己奋斗。记在心里啊。哟，你哭了？没有啦，是你的电啦，尘土飞扬。哦。